场比赛战前不需要战术安排吗？哼。史莱克学院，这场比赛是团战，不是二三之战。两人就够了。你是谁？史莱克已经伤到连替补的替补都派上了吗？小子们，我们长宁学院将成为斗罗大陆万年来第一支击败史莱克的队伍。史莱克早已元气大伤，元气大伤，元气大伤！一个残阵还想赢我们长宁学院？做梦！长宁学院。甄嬛，好强！这个替补，我是正选队员。裁判，可以宣布结果了。正选队员，鹏则是保存魂力，留给后面四强比赛，所以我建议你用上霸虎炼魂刀。我也只用前五个魂技就行，为何要用此刀？他们队长孤竹剑的紫皇主武魂很罕见，这种武魂搭配上精神类魂师小峰，极有可能生成一种变幻莫测、再生能力强的阵法，耗尽你们的魂力。所以，封存魂力，一刀斩断。马小涛，你和大药猴一定要记住我的话。嗯。史莱克高级魂师学院对阵斗灵皇家高级魂师学院，比赛开始。不愧是拥有五大魂王的斗灵学院。一上来就摆出这样的防御阵型，必然是有什么强大的攻击需要时间准备，所以不能给他们时间。雨浩，精神探测共享。果然，行动，全民置换。不晚点回来，早料到你们会使用这种阴招。不妙，干他！我也是有准备的，玄冥置换。戴耀恒，你们拿下护术剑。再见。
第四魂技，幻紫竹阵。就凭我们？哼！马小桃，你喜欢捉迷藏吗？迷藏？其余人按原计划进行。失去目标的感觉如何？这个游戏好玩吗？你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。就由我一人来终结他。史莱克，将以你们而蒙羞。根本无法躲避。无法穿透迷雾。白虎护身正，白虎魔神变，白虎金刚变。很有牺牲精神，这样的方式你能防御几次？史莱克居然全体陷入了困境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而斗灵皇家学院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攻势，不知道这些巨大的盾牌后面他们在酝酿什么样的杀招。让我来。对于我们邪魔白虎代价而言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。是八级魂导器霸虎炼魂刀。不好意思，一般我出手不会这么狠，但这是我本届大赛第一次出场，只能拿你开刃。魂导巨炮，这种巨炮的威力足以摧毁一支军队，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密谋的杀招。迷雾散开了，发现目标，小桃姐，雨浩，多谢。你能完成，小桃姐，疯狂穿越机，发射。这才是史莱克学院应有的实力。教练，史莱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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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认输。混蛋，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疯狂流星雨，住手，你们获胜了。
星罗国家学院战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均衡，攻防兼备，所以我们的战术就是强攻，以最强的攻击击溃对方。马小桃、戴耀恒、林洛尘、贝贝、徐三石、霍宇浩、王东，你们七个上。你们几个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。史莱克上来就强攻，压制了星罗。黄河云，武魂黑暗魔虎。独孤上善，武魂幽冥狂狮，两人的武魂都不逊于戴耀恒的邪眸白虎，二人联手就能暂时抗衡魂帝级别的戴耀恒。这里交给我，冰雾幽寒。宇浩、王东的修为低，星罗国家学院肯定会不拿他们当回事，因此我们的战术就是调虎离山，之后就是直捣黄龙，凤凰流金雨。是能将对手强制封印的魂道器，绝对防御。马小桃被针对了，凤凰啸天机。火焰被吸收了。上场比赛，马小桃的第六魂技提前暴露，给了星罗做准备的时间。非调虎离山的是你们才对。九转变魂仪，用它调整魂力属性，就能将四个属性不同的魂师的魂力汇聚于一个人身上，实现魂力暂时爆发。居然被屏蔽了！星之守护下，我方防御力是之前的数倍。糟了，试图强行突破绝对防御，马小桃的邪火要失控了！什么破玩意儿？外面到底怎么样了？赢定了！还早着呢！璀璨中的幽灵，黄金之路！星之皇冠借助于星之力，星之力的本源是光。我的灵眸和王东的光明女神蝶同样拥有光属性。星之守护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陆上，恐怕魂师界早已忘了这个被称为属性隔绝的最强防御魂技。你们的武魂融合技封不住58级的叶无情，
也破不了同是魂王的我的心之守护。你史莱克学院的内招居然失灵了！你们的武魂融合技结束了，我们的武魂融合技才刚刚开始。启动中的试炼。天地之锤。星罗皇室卓越的继承者，掌握了心之守护的完美方面。两个孩子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修炼了新的武魂融合，天地之锤，无坚不摧的绝对进攻。星之守护是单属性，而天地之锤是极致属性加最强器武魂，你们输定了。完美防御对阵绝对进攻，到底谁会胜出？这不仅仅是技能强弱的较量，更是意志力的对决。我从小就知道，每一步都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。这样从一出生，任何想要的东西会立刻呈到眼前的公主，是不会明白的。之前的对阵情报里，完全没有提到他们两人有这样一个武魂融合技。九九公主，还要继续吗？半决赛第一轮，星罗国家学院对史莱克学院，胜者史莱克学院。